练团。没错，十哈十哈的练团哈，在野人工作室。对，今天终于重见天日啦。天啊，我觉得里面练团的感觉好有质感。表演的时候的背景画面，它会在。现在准备录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崇贵。现在我们已经准备进来要练团喽。赞啊！哎、欸，你再跟大家说一次，7月15号。7月15号，俺们就七点的 Corner Max